真如心体，从本以来平等如如啊，无量寿经的经体上，清净平等觉啊，就是这个境界啊。由此可知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境界啊。我们没有能力立念，没有能力断惑，要想入这个境界，修其他法门是决定不可能啊！这个不是我说的不可能的，一切经里头讲的不可能，唯有求这个念佛求生净土，得弥陀本愿的加持，临终啊，佛来接引我们往生，这就可能啊，这样才能够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。除此这一门呢，没有第二门好走啊。大乘显迷八个宗派呀，八大宗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啊，跟一般年轻人差不多啊，求知欲非常强烈啊，很旺盛的，哪一宗的典籍都想去涉猎一下啊，都想去学学，耽误了不少时间啊，浪费了许许多多的精神精力啊，最后专门念佛修净土啊。道理在哪里呢？看看其他各宗各派各种法门，想想自己做不到，实在没有办法。禅宗不但讲开悟我们做不到，禅定都得不到啊！我们有个能力盘腿面壁做个三个月半年不出定吗？做不到啊。其实三个月半年不出定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将来不过是生死禅天而已啊，不能出三界啊。你才知道这个多难啊！学密三密相应啊，即身成佛，你能成得了吗？见思烦恼不断，成个什么佛？纵然依照这个密法修持，功夫很得力，有好的上司在旁边指导啊，即身成佛了，也不过成个藏教佛而已啊。他的地位啊，印光大师讲啊，顶多只等于摩罗汉啊，甚至于摩罗汉啊不到，只能等于个三果圣人，只是这样的成就啊，距离原教的佛果远之远矣啊！啊，这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，诸位可以看到啊。啊，这些祖师大德都是讲真话了。啊，我这才通通放下来，
修净土，弘扬净土，啊，知道这个法门，在末法往后九千年，这个这么长的时间里面，的的确确可以普度众生，能令一切众生，啊，这个有缘的众生能信能愿，个个往生不退成佛，唯此一门。几十年时间才认清楚啊！啊，这个经典法门不都摆在眼前的，不识货啊！花了几十年，这才搞清楚，才搞明白。啊，才发现的，原来这桩事情全都写在《无量寿经》的经体上。啊，过去也看这个经题，也念这个经题，没发现，不晓得它的意思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